就交给姐姐了，放心。就交给姐姐了，放心吧。身边战斗，不要离开太远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哎，那边好像有人在作战，是斯皮尔特的安保吗？通缉犯！之前一直纠缠我。不过他们现在也在和窒息战斗啊。管理员，要介入他们吗？有紧急联络，这里是盖亚最高理事会通讯科，是深空之眼的负责人修吗？之前没听说过。算了，总之你能指挥斯皮尔特那边的修正者。我们有可靠消息称，此前袭击光轨的通缉组织米铁之家也在斯皮尔特现场，请让你们的队员先控制住可疑人员，等待我们到现场后接收。听到请回复，深空之眼管理员。抱歉，在我们的分析中，失控致泄的泄漏是必然情况。我们已经联络了诺伊汉萨政府，拉起警戒线疏导平民，请以逮捕疑似米铁之家人员为最优先事项。那是现实情况下的不可控结果，和所有的天灾险难一样，我们不可能做到完美。深空之眼方负责人，我有义务提醒你，依照我们的合作条款，除开与事骸直接相关的情况，其他行动的最终判断权在最高理事会。这项条款是我方在各方面提供深空之眼支持的基础，请你明白，我们并不是在以协商的姿态向你方要求协助，连合作条款也不知道的新人。深空之眼方，就算修不在，你们就没有其他可以下达命令的人了吗？啊，虽然我也觉得这个新人平平无奇，不过他现在确实是能代表整个总部决策的人。啊，仙人，你想说什么？不是哦，虽然早期有得到过他们一些资金和政策上的援助，但事骸和一些复杂的社会事件，他们都是仰仗我们处理的。到目前为止的话，双方算是根据各自的能力，在多方面合作互补的关系。是这样没错。啊，仙人，你想干嘛？深空之眼方，为什么不回答？听得到这边的声音吗？深空之眼方，听到请。仙人，做了这种事，可没有后悔的余地喽。你看，果然又发来申请了。这样的理由他们可不会信的，到时候肯定会发来投诉信吧。姐姐要出手了。
鬼有事吗？行动有变吗？合作？要铁鬼和那群笨蛋吗？哎呀，管理员做出的判断真是叫人吃惊，不过也还算能理解。我明白了，管理员。因为他也知道了，总之就是和那些安保们一起打致谢，对吧？哦，有敌人出现了，要小心。做好觉悟了吗？忍道一族炼丹殿堂。难得和你合作呢，专心战斗。是是是，人法有杀。轻而易举。我上。人面解放。忍道一族断丹剑法，要不要奖励一下姐姐我呢？叔，你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了？大叔，你忘了吗？刚刚我们走着的时候，突然天花板就掉了下来，幸好我反应及时。工厂坍塌？你有办法把道路打通吗？啊，大叔，你不会这种情况了还要去里面吧？到底什么事这么重要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斯皮尔特公司最高权限的控制卡。哎，这么厉害，大叔，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是一位故友交给我的。那你的故友肯定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吧？他已经不在了，但是我还有和他的约定，无论如何都要履行。这个倾注了我们心血的企业，不能沦为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兵工厂。我会击破一切阻碍。燎天焰火，嘿。
对吗？再来，现在是我的回合。好像提前耗尽了。哈法斯说过，这架致械还没开发完全，看来也是因为这个，让他没法控制自身的能量消耗。要是这个兵器完全成型，真想不出有谁可以制住他。疯了，真是疯了，一群疯子！你们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居然让我沦落到这样危险的境地里！我不要陪你们一起发疯了，我要离开这里。等等，什么巨大，什么称霸诺伊汉萨，诺伊汉萨变成什么样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要离开这个地方，继续当我的董事。这是什么？尤金，尤金先生，滚开！不要靠近我！是原则裂口，快抓紧我！可恶，没来得及！为什么原则裂口会在这里出现？难道？你们不是一直想见我吗？那就如你们所愿。你这家伙，难道是世海？啊！但是他一直都在好好的和我们说话呀。不会错的，这家伙是智主世海。影科组的报告里提起过，根据这几年来的世海种类演化和行动痕迹，很可能已经有具备完整智力的石骸出现，但是这还只是实验室里的推测。你们以为击败了库什尔方就结束了吗？愚蠢的修正者，你们不过是把自己逼上了一条更为悲惨的死路罢了。他想让我们进去。可恶，放开我！照这个态势已经挣脱不了了。威尔，保存体力，用来抵御海浪的冲击。我知道。准备好，马上要穿越到原层了。肖导师，别怕，用全药抵消海浪的侵蚀，减缓降落速度，不要任由尸骸拖着身体下坠。哦，怎么了，仙人？你突然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。那时候不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吗？为什么突然在这时候想起来？
嘟嘟嘟嘟嘟嘟。虽然用拳药抵消了尸骸的拽力，但这一下还是摔得不轻呀。这里就是诺伊汉萨的原层吗？看起来因为电晶石滥用的关系，这里的侵蚀比其他的原质区还要严重。大家，有没有人受伤？我还行。奥西里斯呢？奥西里斯，小奥西里斯，你怎么了？有导师，对不起。难道你？对不起，我。小奥西里斯为什么要道歉啊？修老师，巴德尔姐姐，你们过来看看，小奥西里斯。难道这孩子的病还是出击前他的状态已经相当稳定了，但是接连不断的战斗还有突然坠落到原层。修老师，巴德尔姐姐，你们在说什么？维尔丹蒂，离奥西里斯远点。啊，这是命令。奥西里斯，什么意思？一醒来就看见老熟人呢，托你们的福，我才可以睡一顿这么充实的好觉。奥西里斯，你在说什么？威尔，这个人不是奥西里斯，他是奥西里斯体内的第二人格，冥王。第二人格？你还记得新人培训的时候，奥西里斯被紧急转移到医疗部治疗的事吗？我记得，可那不是因为身体的。难道奥西里斯被送到医疗部的原因是没能通过那场手术让我消失？你应该很遗憾吧，修。那些药物和精神电波一直折磨着我的大脑，可真让我吃了不少苦头。难得再和我见面，你不想说些什么吗？哦，怪我没注意，是我身上现在没扣着手铐脚链，你的那些致谢也没陪在身边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是吗？那么就让我好好的帮你回忆起来吧。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没问题，能看清动作。集中贯穿。威尔，你没事吧？我还好，但是这家伙，哼，像蝼蚁一样渺小的力量也敢挡在我的面前吗？
如果我不收力的话，你那瓶弱小的泉药已经被生魂弹碎了。冥王，你对我的仇恨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但是你看看这是哪里？你非要在这时候和我们为敌吗？哎呀哎呀，你在逗我笑吗？哪有人报仇还要看场合的呀？这种侵蚀度的原藏，等我把你解决干净了，也能轻松出去。你该不会没有了那些致血棒身，现在手抖得连武器也拿不起来了吧？没办法了，秀，不控制住这家伙的话，他会比世海还麻烦。哼，这才对呢，好歹稍微反抗一下，这样我在修仙里面灵魂的时候还能补偿自己。这是我的决定，我会打败你们。表现还不错吧？